黑色波浪长发，迷蒙双眼，搭上火焰配饰，再配鲜红双唇，或是穿上皱褶大裙摆，回眸一望，每个造型都展现天后张惠妹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格。总是不断创造第一的阿妹，这回再度写下纪录，成为全球权威音乐杂志 Rolling Stone 创办至今首次出版特刊的歌手，而且还是双封面。封面就写着张惠妹25年音乐奇遇， Rolling Stone 这次将记录阿妹走过的每个珍贵瞬间、重要转折节点，以及阿妹背后所代表的时代精神。其实要能登上 Rolling Stone， 都是对音乐、艺术与社会有极大影响力的超级巨星。跨年夜，阿妹没接任何工作，要回家乡台东陪伴家人，因为接下来她就要积极备战小巨蛋演唱会，粉丝也摩拳擦掌，1月1号就要抢票大战。尤其每场限定200位的内耳区，将能坐在舞台延伸区域内，以极近距离沉浸在阿妹的感官体验，更是成为歌迷们首刀必抢。等了7年，终于等到妹神重返台北小巨蛋，粉丝跨年狂欢后，可千万别忘记，回家再累都要记得调闹钟，起床抢票。TVBS 新闻龙世鹏、张贤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